这小子15张牌直接出没了，哎呦我的天！来一把至臻剑魔，德赛为啥不用这个皮肤呢？德赛老用那个变形的那个变形金刚。感谢快乐的跑骚鸡，谢谢跑骚鸡。还有7分钟开奖啊！直播间一个小厨娘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昨天也没出东西，前天也没出东西，看看能不能越发入魂啊！可以试一试。谢谢终将笑冷走，可以尝试一波。全军出击！他用吗？建模要加强了，不对，已经加强了。加了吗？我也不知道加没加，这版本不知道加没加呢。还谢谢孙悟空蓝莲汉，谢谢发芽猴。我的妈呀！上单姐，我给你一刀，还行，不是上路小绿人就行。二级学个链儿啊！我不能死去，我打不你。这链儿没链着，谢谢这货很秀。会跑啊，小伙子。谢谢追风少年，这波别上啊，他耗我们血，我们没办法，这波别上。感谢左瑞塔右鱼霜 ，QE W 扎2段 Q， 3段回来套点盐。挨一刀，闪现给个嘴巴子，扎一下。谢谢孙悟空蓝莲汉。其实我跟你们说，这劫上单挺恶心的，就是它的作用啊，其实有点小，你知道吗？劫上单可以说是一个这个新兴混子，你知道吧？感谢左瑞塔右鱼霜，只有10个10个或者是30个30个才有可能会出东西啊！哎，我刚才说啥来着？说到哪儿了？哦，新兴混子，对，谢谢终将笑冷手，他死不了，就他只要不想死，他一定死不了。他在上路玩，没有英雄能杀得了他。谢谢自行车，感谢终将笑冷手啊！欢迎神经兮兮的阿离君，这一看这老板就是得来个几十个。我一瞅这皇帝一进来呀，就是这身段就不一样了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一定就是想送一手。我扎！哎呀！感谢孙悟空蓝莲汉。呀，啊西吧，这小子挺能走位啊！
咱家出了满汉全席海鲜大餐2500和500。没扣到，扣都能扣歪了。谢谢抽奖机器。还有2分钟开奖啊。扣一二连 W 住。这赶紧回个血，我操。哎，这不对呀。别着急，插个眼过来。这就叫兵不厌诈。你以为我回家了，其实我并没有回家。感谢妖鸟鸟，感谢这货很秀。这波出门，我们的还有1分钟开奖啊！来一个小锤子，二加气势，二加攻击力呀！刚才得加攻击力抠他，不加攻击力抠他不一定能抠到死。如果我抠不死他，我就会死。干嘛？我的痛，我将让它绽放。不放 Q 了啊，等一等。Q 一二连，二段 Q， 三段 Q， 这人干啥呢？链住。等个被动啊，这波直接给他扎死。感谢热锅上的叉烧包。今天我们得早点下播，今天啊，今天没办法。今天的4点左右咱就撤了，我得去绞个头，顺便给我妈送点月饼，给咪咪剪个指甲，给她洗洗屁股。谢谢叉烧包老板的鱼丸粗面，谢谢老板的鱼丸粗面。哎呦我感谢鱼丸老板的十一个，再给老板来个500。还没出，这还不出啊，这得出了啊，大家出了海鲜大餐。干哈呢？跟我打，小伙子。这什么东西这是？这不对劲呢。再给大家来个500块现金红包抽一手啊，出了海鲜大餐，鱼丸出面，500、2500。算了，这老板送这么多，700吧。谢谢叉烧包，谢谢叉烧包的麻辣烫，700、2500啊！17个了，还没有出，为什么没出？因为马上啊要出满汉全席了，我感觉到了。谢谢老板的7个鱼丸出面。谢谢孙悟空蓝林汉啊，我帮你打打野怪，
你回来不？感谢热锅上的叉烧包，谢谢老板的鱼丸粗面跟麻辣烫。如果这样都不出的话啊，那没办法了。看来今天我们势必要把这满汉全席。大家可以送点大气，我们这福星挑战呢还没过呢，怎么那个狗熊又来了？哎，狗熊。别急啊、哦、兄弟救我呀，干哈呢？飞呀！哎呀我的妈呀，咋不飞呢？谢谢叉烧包，感谢科科，感谢科科啊、哦，大家送点大气，我们这福星挑战任务过不去了，快点快点，有没有大气的？感谢叉烧包啊，谢谢叉烧包老板，谢谢孙悟空蓝林汉，谢谢叉烧包15个鱼丸出面，15个鱼丸出面。这么的吧，大家除了满汉全席是3000啊，除了这个海鲜大餐700，恭喜叉烧包出了海鲜大餐，给老板来个700。这满汉全席不给他怼出来一手，我们嗯有点过分了，这斗鱼。我打个电话，喂。等会儿啊，那个这边电话稍微占线，别着，等一会儿啊。哎哎哎，是我是谁？你再给我说一遍我是谁。嘿，我，你别叫我猴哥啊，我不是你哥，我你都想不起来了。俺俩那10几亿的合同，可能我觉得要不然我找别人吧。行，一会儿再说吧，我现在别的有事儿呢，我这直播间有个老板在这送麻辣烫送这么多，什么时候出？概率是不是还能出了不？啊，马上来是吧，马上出啊，我信你一回啊，我跟你说。行啊，我这还打着呢，等一会儿晚点再说吧，晚点再说啊。行，哎，没空，哎，等会儿啊，等，好了，挂了挂了挂了，你快点挂吧。等会儿啊，我这好，打完了兄弟们，满汉全席马上来啊，一出就是30个，已经跟我说过了，回家了。海鲜大餐3000，满汉全席。啊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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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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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满汉全席3000，海鲜大餐700啊。满汉全席3000，海鲜大餐700啊。谢谢叉烧包，马上就出了，真的，现在立刻一发入魂，立刻，马上。
没出能退不？那肯定不能退，退肯定是不能退的。谢谢鱼头宝。Hello, nice to meet you。好，我给你大嘴巴子。好，没出能报销吗？那肯定不能啊。那我要是保准出的话，我一定能出的话，那我就自己给自己送了，我就自己建个号的，我天天给自己送。但是现在出的概率大概有98.513%，你知道吧？谢谢肥杰根，差一点，变成99.513%了，多了1%。谢谢这货很秀。不过我看那个叉烧包老板送了挺多的，你知道吗？给老板回回血，真的，这我要，我其实我自己我就能中的，我自己都能中。我先给老板们回回血，是不是？这个机会让给大家了。风暴确实猛的，风暴这风暴确实不是那么很好野呀，不是我们能野得起的人。这风暴杀的人挺多的吧呀，这风暴没杀几个人，给我套点盐了吧，这是，这点盐太烦了，真的给我减治疗了。谢谢瓜皮鹏鹏。哎呀，你想杀半神，我还是魔呢，我魔就跟这神就势不两立，我剑魔，这剑魔这皮肤有点日本风，那种罗刹的感觉，是不是？谢谢庄大崩的门牙。哎呦喂，地蝎，给我死来！哎呀，按错了。哟！啊！拜拜！谢谢抽奖机器。那狗熊万一有大的，就不好办了。我们赶紧撤啊！我操，跟日本有什么关系？好像没关系，就那种，明白吧？那种感觉，明白没？谢谢抽奖机器啊！我来了，兄弟们，这波对面要打龙，上当了，10000个人搁里边，飞呀，飞小驴人，飞狗熊，哎呀，他们把杀我把技能全给我交了，给我打死的，恐惧。哇，这梦魇这个皮肤好帅哦！把我秒了。
我本来以为这个同样的位置，同样的地点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我要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了呢。当年那个蓝人也是在这儿的，而我变成了一具影子。有红吧，把红拿了去，一会儿先让队友上去卖一卖，不能老是我卖。反复横跳，拜拜。这狗熊怎么这么吓人呢？兄弟们给我杀一个我就起飞，我起飞了。又是我卖，你看他们又是队友收割我来卖，这就很烦人。虽然不是同一时间，也不是同一个地点，但是我蓝电汉再次表演了一把天神下凡。我把狗熊杀了，给我开大，张翅膀！拿下！好速！我这大招无限刷新呢。电魔好像是有点脑血栓，我发现他一开大一张翅膀，他就人就开始抖动。结个账啊！